揚言月月有樓賣的 Sandy 繼元朗議聯之後，昨晚突然上載樓書，今日舉行龍山一號首個記者會。Sandy 副董事總經理雷霆話 ：Sandy 近年鮮有在粉嶺區推新盤，相信在區內有一定的需求。本集團會繼續月月有盤推，緊接議聯咧，我哋嘅龍山一號咧將會短期之內開售。我哋個示範單位咧，已經係接近完成，好快咧可以俾大家傳媒係參觀嘅。龍山一號咧，雖然嗰個規模上咧就唔及得議聯，但係咧我哋嘅集團咧喺該區咧，其實都好多年咧冇新盤開售過。集團咧一向咧就注重品牌，亦都好多捧場客嘅。以我所知咧，而家係該區咧有唔少換樓人士咧，都係等我哋依個龍山一號嘅開售嘅。新地代理助理總經理胡志遠話：示範單位目前仍喺趕工嘅階段，最快喺今個星期之內完成。佢話希望開放示範單位嘅時候可以隨即發售。咁至於價單，佢預計可以喺呢兩個星期之內公布。龙山一号提供144伙，主打3至4房大单位，预计可以吸引换楼客。项目有4伙特色户，其中2伙是复式户。项目的外墙是玻璃幕墙，属于区内罕有。龙山一号早在去年的8月已经获批预售楼花同意书，预计关键日期为今年的12月31日。